大家好，我是墨镜 Lion。Hello， 我是墨镜 Angel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奔波 Beach， 然后呢，这边是靠近 Kiama 的一个小镇，它没有 Kiama 那么出名，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海滩呢，还是觉得非常的美。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本来的目的呢，是要去那边乱石滩那边拍照的。开门见山的说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过去的路上了，可以看到前面远处呢是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很有意思的石头，尤其是顶上面有一块像类似于魔方一样的石头，好像快要掉到水中一样。圆文去拍照吧。好好，来帮我拍。来来来，你小心爬。好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记得要给我们点赞三连哦。